想让台长法身到梦里来给就是改名字嘛，然后结果晚上他就梦见我妻子就梦见他弟弟打通电话，然后我妻子就然后接过来之后台长就帮他改名字，师傅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师傅的法身来帮他改名字，没什么意思。哦，那师傅就是这两个梦里都就是都有他弟弟，就是弟弟有佛缘，早点晚点会幸福。好了。哦，他早晚都会幸福，太好了，师傅。师傅不能再问了，好了。师傅，谢谢师傅，感恩师傅。